我们要请教一下陈太，这家公司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到这么多企业跟国家的作业系统呢？陈太带我们来了解。 好，首先我们先了解，说到微软的话，截至2023年，在全球个人电脑当中，微软的作业系统就占了超过60%哦。那么外媒也报道，这次的全球大当机可以说是，这个目前电脑受害数量呢多到也数不清了。那么英国曼彻斯特新闻晚报就有讲说，这一次的当机可以说是史上最大规模 IT 当机。那么也有资安网络 专家表示呢，20几年前，也就是在进入2000年前呢，到当时大家担心的 Y2K 千禧虫，这次是真的发生了。那么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是美国的一家资安公司，叫做 CrowdStrike。他们呢，昨天就出面发声了，他们也说是他们的一款软体叫做 Falcon Sensor， 在针对这个 Windows 装置进行内容更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缺陷，所以造成全球大量 Windows 系统的电脑宕机。那么他们也说，这次他们其实也找出了问题所在，而且针对问题进行隔离，而且 部署了他们的解决方案了。那么 CrowdStrike 到底这家是什么样的公司呢？事实上呢 ，CrowdStrike 才成立了13年，他们的总部是位在美国的德州奥斯汀，他们员工人数总共有8500人。但事实上 ，CrowdStrike 大部分的人其实大家都没听过的哦。但是他们的这个客户基本上都是大规模的组织，所以呢，可惜他们原本这家公司基本上是要为了要维护网络资安的一家公司，但这一次却成了全球网络资安问题的源头。 好，不过呢，这个全球大当机，当然 TVBS 的特派团队竟然意外也成了受害者，因为刚采访完共和党代表大会呢，没想到却因为大当机卡在了芝加哥机场，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赶快连线我们的特派记者佳慧，带我们了解。 我们现在是在芝加哥国际机场。那么刚刚呢，我是在联合航空的这个客服柜台排了大概半小时，还没轮到我，因为我们结束了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采访。那么从芝加哥要回到华府。那么今天早上就看到通知说，这个航班有可能会有延误，所以我们是可以上网或者是说透过手机的 App 来改行程。问题是， 这些行程，这些网站啦，还有 App， 其实也都出现宕机的状况。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边，其实和在台湾班机受到延误的这个旅客反应可能会很不一样。大家大部分知道情况发生了什么，那都是耐心等待。我们来听听旅客的说法。Yeah, it's 5.5 hours delayed, so that basically means I won't get home until midnight tonight. Do you have confidence that it's going to be? Nope, absolutely not.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 is to wait and see, right, and have a lot of patience. Actually, my first flight was delayed by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and my second flight was completely canceled. Oh yeah, I'm going to be down. I'm going to be down several $100 because I had to book a brand new flight. So yeah, and then maybe I can get on it, maybe I can't. So. 那么原本2个小时的航班就可以回到家，现在如果改开车，最保险的做法可以确定今天回到家至少得要12个小时。TVBS 新闻黄松普、倪家辉在美国芝加哥所做的报道。 好，不过现在大家选举的焦点呢，全部都在这美国大选，因为11月就要登场了。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寻求连任，但是因为他年纪大，再加上跟川普的辩论会表现不佳，现在已经扬起了一个换拜的声浪。连同民主党过去帮拜登背书的，像是前总统奥巴马，最近好像都松口说拜登的连任希望越来越小了。我们呢再来请教这陈太，因为现在呢加上拜登确诊，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 周末，拜登是不是有可能他要来宣布退选？您觉得现在的状况如何呢，陈太？ 好，我们先说到拜登哦，一直以来都跟同一阵线的奥巴马，这次确实是松口说他的连任机会非常渺茫，但就可以看出拜登这个换拜登的声浪越来越大。但是目前为止，新冠确诊正在隔离中的拜登，他也说了他是不会退选，而且预计下礼拜他会重返竞选的造势。可以看出说他这次选举造势，而且竞选的这个决心是非常非常的大，包含他的竞选总干事这个叫做迪伦也上节目说拜登是会选到底的。那么他选到底这种情势确实会发生了，确实会引发一些金主啊，包括支持者纷纷下车的状况，包括连参议院的领袖，还有众议院的领袖，甚至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也都纷纷向拜登施压，要他下车。但是呢，到现在目前为止，拜登是还绝对不会下车退选的哦。那么大家都会关注像这个科技公司矽谷大佬，包括马斯克过去就有表态说他支持川普。那么这一次呢， Meta 执行长也是他们 Meta 的这个创办人佐克伯，他的立场是如何呢？但到目前为止，这个佐克伯他是拒绝表态的。那所以现在的情势来看，到底怎么样拜登才会退选？其实拜登前几天就有说，除非他的健康恶化的话，他才会退选。但现在拜登毕竟也年纪大了嘛，那像刚主播刚说的，这个拜登他在辩论会的时候，他的表现非常不佳，所以各界都在观望，如果他退选了怎么办？其实专家学者都在说，副总统贺锦丽目前可以说是换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最合理的人选。尤其贺锦丽现在的民调来说，根据这个美联社的最新民调，其实民主党人将近有60%都认为贺锦丽会成为一个好的总统，可以看出贺锦丽现在的声势非常的旺。那么接下来，现在川普阵营这边，川普到目前为止是没有针对换拜登这件事情进行表态，但明天的话，川普在台湾时间早上5点的时候会在密西根造势，到时候他会不会针对换拜登这件事情发表态呢？也是大家关注的、最关注、最瞩目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前台带来的国际分析，不过我们要带您镜头转回到国内。那么现在两个低压呢已经形成了，最快明天就会成为台风。最新的路径，气象署有最新的说明。画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台湾附近的上空呢，目前还是太平洋高压所盘踞蓝色的区块。那不过在太平洋高压的南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以及南海各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这个南海附近这一带是第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而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则是第5号的热带性低气压。那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第5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它目前它的对流云系发展的是还蛮不错的，所以预计呢，今明2天有可能会发展为一个轻度台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说它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话，它现在的中心位置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112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的方向来行进。那之后的话，有可能慢慢的偏西北西的方向，然后从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又再微微的再转向西北的方向来行进。不过呢，后期的这个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要看这个台风未来在尤其是22、23号以后的路径，可能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存在，所以气象署也在密切的观察当中。那目前看起来呢，就是在星期3以及星期4这2天呢，可能是距离台湾相对距离是比较近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它的影响的大小呢，未来还是要看它的第一个强度、它的半径以及它的路径来决定影响我们台湾的这个风雨的情形。不过呢，由于有台风接近，所以未来1个礼拜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未来1个礼拜的定量降水趋势图。那今明2天算是未来1个礼拜雨势算是比较稍微没有那么多，不过呢，在中午过后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要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在今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有那个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还是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还有那个嘉义以南的嘉南地区，今天午后还是可能会有比较大雨的发生的几率。那在周一，也就是后天，目前看起来就是由于台湾就是位处在一个低压带，就是在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所位在的那个大的低压区里头，所以呢，在像是北部啊、东半部地区都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那这个时候也是吹比较偏东南的风向，从20号一直到22号，大概是都是吹比较偏东南的风向，还到偏东的风向。那22号这一天呢，中午过后，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这个午后的短暂阵雨出现。然后之后的话，在周二下礼拜二，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台风的外围可能就带来比较多的水汽，影响到我们的天气。所以届时呢，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也有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出现。而之后在24号到26号，就是台风是最接近我们台湾的时候，尤其是星期三24号、星期四25号这2天呢，目前的路径看起来是相对比较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所带来的降雨也是最明显的。不过降雨的这个量值呢，还是要看这个台风未来接近我们的程度，还有它的强度的变化来决定。那至于今天的温度来看的话，今天整体还是有高温出现的地方蛮多的，那只有在苗栗、还有新竹市以及马祖以及这个澎湖是没有36度以上发生的几率，其他呢大致上都是有36度以上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屏东还有那个台东会有38度左右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多注意防晒并补充水分。那未来1个礼拜的温度变化趋势，大致上来讲的话，像今天的话，大台北啊，还有那个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不过随着时间，因为到后期台风逐渐接近，所以高温的情形就没有像今明2天这么明显，而是呈现逐步微降的情形。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总整理，就是今明2天，台湾附近仍然是属于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高温而炎热。因为东南风的沉降关系，所以大台北啊、中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一定要特别注意热伤害的情形。那中南部山区以及嘉南地区今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特别留意一下。那接着就是大家所注意的焦点就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可能在今明2天就会发展为一个轻度台风。那发展为轻度台风以后，会慢慢的在礼拜3、礼拜4的时候是最接近台湾，然后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中台的规模以上的一个台风，所以此台风的这个风雨的影响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周二开始，就是由于台风已经渐渐接近我们的海域了，所以可能像是周二的时候，北部啊、金融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就可能会出现长浪。然后在周3的时候，在马祖还有台湾西南部沿海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长浪一直可以维持到周3、周4。那后面要看台风路径而定，所以就是长浪就是在周2开始就必须要注意沿海的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就是今天开始到周3，由于适逢年度踏潮，所以在台南至屏东及基隆北海、宜兰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还有积淹水的情形。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天气预报说明会。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以后带您看到高雄凤山区现在发生早上8点多发生了火警，传出爆炸声响，住户紧急逃生。详细情形，广告之后回来带您一起了解。